首先今天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有金牛奖这个鼓励和这个肯定。当然除了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拿这个金牛奖，我要非常谢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团队，他们的付出，他们的执行，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客户的相信和支持。最后我还要感恩我的导师 DDCK， 他的教导以及所有的支持我们的人。中小型企业呢，我觉得说只要他们的路是对的，他们要坚持下去，然后从中找到一条自己的不断改善的路，然后从中再加上他们的那个不懈的努力和相信自己的 track， 就是自己走在那条路上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这样子成功是必然的。谢谢。